家好，我系 One B 班嘅林玉恒。我系 One B 班嘅冯家辉。林玉恒同学，我知道你最近多咗个身份喎。冯家辉，你都一样，你都系舞蹈班噶嘛。既然参加咗舞蹈班，我哋要帮手传福音噶喎。咁好啦，就等我哋为大家介绍圣母院嘅历史啦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很多欧洲人都会在五月份庆祝春天的来临，要加的热心的倡导，圣母月就成为特别敬礼圣母的月份。动物园的在罗马小朋友会联群结队地会去圣母像面前恭迎圣母，他们还会点着灯唱圣母的祷文，他们会每日将他们所收的德行写在纸上面，将嗰啲纸放喺樽里面献俾圣母，咁就成为我哋而家写嘅神花纸啦。圣母系基督徒最好嘅榜样，为未信耶稣嘅人，神花纸都可以帮我哋反省自己不足嘅地方，多啲去关心人，多啲帮人，先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嘅人生。各位同学，记住参加圣母月嘅活动。